现在时间2:45。好，我们第三次自己快筛。嗯，好，快筛是很简单的，这个是放杯架，这个是药水，就是筛你有没有几条线这样子。不是，这不是几条线的，几条线是几？这是跟切，那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他只是他要让那个。啊，这个又不一样了，这都是一个零件哦，因为它里面有药水，先不要打开，等到那个鼻子弄完之后再来用。哎，对啊，棒子在这边，快筛剂这边，里面有摇，这个是防腐剂、干燥剂。嗯，然后第一个动作先擤鼻涕，先把鼻子擤干净。擤干净哦。第一个动作一定是擤鼻涕。你意思说有鼻涕就会不准还是什么？不是啊，你要先让它空，就是说你要先把它清干净，然后再塞，不然你那都是一堆乱七八糟，也不会不准嘛。你就是说先，假设鼻涕会怎么样？它塞到鼻涕，是不是都是一些黏液？倒是没有什么东西啊，因为快塞是在病毒的高峰期验最准。嗯。啊，所以说你病毒高了，这验的就出来。所以说快塞阳性等于确诊。啊，他这种鼻子的误差率只有10%，误差率，嗯，好，就几个，好，这个快筛剂电材，然后这个可以丢掉哦，然后这个袋子我还可以留着装东西，好，来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要放这边，你看嘛，这个功能就是给它放杯架。他就杯架，杯架放着，等一下那个棉花棒就塞到这边给他看，给他搅一搅，搅一搅，让里面的那个病毒给他融下去啊，试试看，然后再从这个组合起来，再滴到这个试剂里面去。哦，你是有看过教学还是什么？有啊，我第一次就是看啊，那个看说明书啊。可是你说一条线，你讲那个不一样，一条线的 C 就是阴性。两条线 C 加 T 就是阳性，确诊。然后你要去急诊室排队验一次 PCR 确认，因为怕你是伪阴或伪阳啊。确认之后再说。这样对，因为确认之后，第一个你可能是所谓的伪阳性，你就安心了啊。这个不准，还细耍不带劲。好，去医院哦，去急诊室哦，说我是快筛的阳性，然后医生会给你做视讯，然后叫你在，他会开药给你，然后你在家里隔离个7天几天这样子，然后等到那病毒降了，你就没事了。都是安尼你啊，哦，等于是你自己先筛，然后筛去急诊室挂号，说再验一次 PCR， 没事就没事了。啊，没事看开药给你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头要仰一点点，啊，这，然后伸进去要鼻子转个5圈，哇，这伸进去2、3、4、5，好，右左边往右边，一只要两，2、3、4、5，好。好的嘛，左右各两圈了。好，我们把药水罐打开，很不舒服，一下子而已啦。啊，你看几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2、2、3、4、5，才几秒钟。我真是。好，阿内玛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再来，这个动起来嘛。嗯。好。哦，鼻子好痒，因为人家讨厌用。掏鼻子就说有些人不会掏会造成恐惧，因为侵入式的检查就是包括看你那个大肠直肠镜、胃镜都是侵入式的。对 啊这一种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2、2、3、2秒钟就还好，两秒钟你在那呼天抢地干嘛啊？就有病啊。所以我想，有些人说不舒服啊，不舒服，我就像那个他心里他有就是说连最基本的恐惧都不敢克服嘛。好，我们的垃圾要包好，怕传染。好，来，然后呢，这个打开，好的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你这在哪边买的？就是你的那个药房，有报隔壁啊。哦，那一家有 C 有 T， 然后我们把它滴下去。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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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、2、3。
然后等个一两分钟他就出来，他照理是说静置十五分钟，静、哦、这个洞，滴这个洞，静置十五分钟，它就会显示你有一条线就是阴性，两条线就是阳性，就这么简单。哇 ，OK， 好，那等他的，等他的，我们就一人关一间呐、啊。其实掏鼻子就很多人，这个卖多少钱？一个170，本来260，这现在剩200，然后。那个用口水的是韩国进口的，是170，不过它的准确率只有66%，而且要两次不就340？啊，这个卖200块啊。对啊，有的还更便宜，像公家不就100块？那个是要排队吗？啊，排队会排游戏哦，干你娘！黑头起工政府无能嘛。我看还是很多人在排，因为他们就是为了省那么，因为一百块，他5只还几只嘛。好，来，那些垃圾等一下就可以丢掉了。好，欸、那没有，还没出来呢。对哦，阿杰那叫你搬，而且不高。我刚刚不是滴好，我刚刚有滴进去嘛？对啊，啊怎么你如果正常不会那么慢哦？嗯，对，我上次好快啊。啊，这一次怎么？啊，再多滴几滴好了。好快，然后这一次很慢。还是这次滴不够？嗯，好的。有了。嗯，对哦。啊，它水没有跑过来了。它这个是要给它渗透过去，渗透过一台支，所以说刚才滴不够啦，一条，啊，给不给不给它洗？还真的那种等待是最恐怖的时候，你给不给它洗？还给跟通通框列起来，从掉到那个保全通框起来。之后想你害死很多人，如果这样，那给不给它洗？就是安尼，好，我们现在在滴了。我们这旁边是有证人哦，不是说自己在玩的哦。那怎么惊死？两条线就确诊了，你是害死谁？然后我还要再跑那个，跑急诊室，说我确诊了，把我包关起来，赶快开药给我，清冠一号、二号都给我吃，一号而已啦。想怎么惊死？因为在等待的这过程会怎么惊死？啊，那一种就是最害怕，你给我一刀死了算了，一刀，靠药那是五啊不？无啊不，没有反应。因为他之前是跟我说15分钟啊，说明书写15分钟啊，我后来我第二次玩，差不多一两分钟就出来了。第一次不是很快吗？那第一次是照说明书一动一动玩呐。啊，这一次比较慢，还是说它不一样？因为东西都一样啊，都赶你家都赶快有线出来，可是没感觉有是轻微的线出来。没有，再等一下。够淡子，你们准备加几个虾呢？那个真的，欸、有图线，它越来越深了。对，它会慢慢的测试啊，一条线出来。对啊，它会测试啊，就是测试就是这样。它最恐怖的是安呢，要差一点快两条线。麦搞惊，麦搞惊啦，麦搞惊啦，你错晒啦，我这错晒啦，你拜托的。我们有时候是。会害怕，一条，会害怕，一条，一条啦，妈，无惊，一条线，丢嘛，没有变两条，我们再停一下，我去尿尿，你不要给我偷画哦，你不要给我偷，你不要给我偷画这条线哦，用偷画的会怎么样？我很帅啊，连你都要抓进去关啊，臭香，你看。还好啦，一条线啊，还好啦。在等待的过程是最恐怖的。还好，那就没事了，没事，好，收一收，
一条线确认，好，你看着看乌龟，我的镜头在这里，所以要再看仔细一点。好了，没惊没惊，十分零二秒。好了，恭喜我自己第三，因为不同的机型，上次是比较大台，这台是小一点。哦，是小一点。嗯、对，他上次不是有附纸盒子，那还有大的盘子嘛、哦，这个是比较小的。啊，你上次买多少钱？买260啊，这次是200块啊。那差60块。对啊，还好啦，没惊没惊没惊。